Fashion iPhon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GOT7 的 Mark 段奕安。今天去的这个 show 是，我第一次就是去看这种 fashion show， 很高兴，然后有一点紧张，因为，以前都是有想要去看这些 fashion show 的，可是没有这些机会，所以这次有机会就很开心。也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事，下次出来的时候你们大家多多期待吧。我是想就有一直在跟公司说，所以应该2019年是比较会常常去活动的吧。我平常是就比较喜欢穿比较舒服一点这些，就像运动裤啊这些的，可是有时候去机场的时候还是有就会穿比较好看一点，每天都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，对，就看我那天的那个感觉。想问恩恩什么时候可以吃播吃鸡？我觉得粉丝们他们都很想看我的这个直播，对，以后有机会的话。你现在有接影视剧的打算和安排吗？我就是有在努力跟公司说我要演戏，所以他们有一直在帮我找，怎么说，就我一直有在 audition。马上就要26岁了，有没有新的计划和打算？还要继续做 MAT 吗？就我刚刚就也说是很想试试看演戏，今年可以演戏的话，我就应该会很开心的吧。MAT 我觉得很难说现在还会不会继续做还是想继续做，可是我觉得粉丝们他们都很担心，就很怕我会受伤，所以还不知道。Yes， 哥哥最近爱用的香水是什么？最近爱用的是 Chanel 的，我觉得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的那个，对， Unisex 的，有机会我再发一个照片吧。想问恩恩想对中国的 fans 说什么？很谢谢大家，你们就有一直在等着我，所以就真的很感谢大家一直等着我，一直在期待我。我会2019年会多见你们 ，Yeah， 我们2019年多见吧。段奕安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哇哦，我喜欢我粉丝们的女生，粉丝们都很可爱，我喜欢吃什么辣辣的食物吗？辣辣的食物，我是喜欢吃那个有一个叫在美国叫 Hot Cheetos， 对，很好吃。上次来北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上次去北京去录那个 radio 的时候也很紧张，拍得很高兴。最后一个，哥哥的腿上怎么样？你们不要担心，就现在没关系了我会在舞台上比较小心一点，谢谢大家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一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